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的教练德瑞。我们现在人来到了柏林马拉松现场，待会就准备要来去记录了。我身后这边呢，就是柏林的国会大厦，现场周围已经超级多跑者。那柏林马拉松呢，它其实有分几个分区，我是分在 B 区。那 A、B、C、D 呢，都是在9:15就起跑。那每个不同的英文字，起跑时间是不太一样的，所以最后的 K 区可能会到10:40，大约相差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才会出发。所以整体来讲，它也是为了控制整体会场的人流不会这么拥挤，然后有这样的时间性的安排。但还好，柏林的天气以现在体感来说大概6到8度，但是如果等一下10:00以后才开跑，或许气温就会稍稍有点上升。那我看了一下，官方是3:15内你就需要提出你的成绩证明才可以往前把分区往前推。那我们待会大约1小时前再进到分区记录准备热身。啊，超级冷欸，柏林这几天比前一天都还要冷。第一场在年初二月的东京马拉松，第二场是在4月的波士顿马拉松，下一场伦敦马拉松，下半年的第一场是9月的柏林马拉松，再来是第二场芝加哥马拉松，最后一场是11月的纽约马拉松。对，就是最后1公里的位置了。现在是开赛前大概50分钟，我在这边把我的衣服保暖的东西先脱掉，身上穿的就是等一下丢掉的外套，然后裤子现在是短裤，好冷啊，现在只有8度而已，试一下果胶，待会记录完准备去热身跑一下。很多人还是没有看自己的分区，在这边现场一直问，哦，冷到一直抖啊！啊 ，Thank you，Nice，OK，、okay, 记录完成，我们去找个地方热身一下。我身上只剩等下吃的果胶、水，还有一要脱掉的这件外套，好冷啊！找个有太阳的地方热身，不然实在太冷。我们到了这个准备进去的地方。但现在好像是还没有开放的、啊，很多人是爬栏杆进去的，他们都爬的、欸，还是用走的好了，不要跌倒。可以脱衣服了，外套准备脱掉，10秒了，4、3、2。就好冷啊！开赛了，柏林马拉松 ，Come on， 加油！
公里4分15秒，稍微再向一点点，跟着地上的蓝线最短距离走，4分15秒，还是有点快，刚刚有点下坡，所以整体来说配速还可以。身体状况现在没有觉得脚踝有太不舒服，还是要注意一下跑姿的落点，慢慢维持，希望它可以撑久一点，加油！4分23，柏林马的地板都很可怕，会有这个地铁，而且突然变得很窄，很危险，小心不能扭到脚。4分半，10公里目前跑在4分半，加油！雄狮旅游最专业的运动旅游专家，由跑者设计的行程规划最懂跑者需求，丰富的赛事保障名额，不用担心是否抽中参赛资格，琐碎的交通、住宿、餐食预定都由雄狮来帮你完成，省下大量来回比价的时间。你只需要专注备赛，站上世界级的赛场，享受比赛。2025雄狮马拉松精彩赛事开放预定中。1公里，4分22秒，不小心怎么又追到3小时破山列车？水站到了。哇，水不够喝啦，桌子都没水，往后一点 ，sorry。润喉一下，好一点，喉咙好痛。17公里，4分35，哇，扭到脚的上面有点不舒服了，要想办法调整动作。然后的脚有点痛，腰整个代偿的很严重，撑不太住。现在18公里，降一点配速，然后尽可能的伸展边跑，伸展边跑试试看，加油！21K， 4分54秒，还有半马，加油！虽然现在脚有点怪怪卡卡的，但要坚持下去。21K 完成，96分10秒，加油！我自己在前15公里左右的里程，都有完成我的目标配速，大概落在4分25到4分30秒。
但好景不长，身体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状况。大概是17、18公里的时候，我开始出现了很严重的撞墙期。我受伤了右脚踝，连带到小腿的后侧、大腿的后侧，整条右腿开始出现无力感。但跑起来的状况，老实说真的很差。心跳一直在180，太高了，腰也很痛，怎么跑动作都很费力的感觉。22.7，还有14公里，加油！可以的，不是14，18公里，加油！那时候感觉维持在4分30秒，再多跑一点点的时间，就会快昏倒的感觉。所以在大约21公里左右，我经过前半马的时间是96分，跟我预估的3小时10分，大约只多了1分钟。但我那时候心里还觉得非常有机会，可以达成我自己设定的目标。大约在25公里左右，当时候的身体状况是在腰部以下的范围开始觉得很明显的无力感，甚至连站直都是很辛苦的，头也开始出现很疼痛，因为我在赛前一天其实有发烧，吃了很多的退烧药，一路从半夜2个小时就起来吃一次，到睡醒准备出发的当下，身体的状况感觉是已经恢复了，但经过半马的里程之后，身体还是开始严重的抗议。这次又让大家失望了。跑不完，过程中腰撑不住，我想要先缓和一下，待会让恢复一点的腰继续再撑回去。现在24.5公里，加油！在25公里到30公里，应该是我最大撞墙期的阶段，身体发烧的情况感觉持续出现，甚至在肌肉的表现也是非常差劲，完全使不上力的状态，让我持续跑动都非常辛苦。后面没水了，可恶！哦，是，策略失败，后面没水。一路上加油的观众，还有持续被超车的跑友们，不断给我加油。但我真的很想放弃，因为我当时候身体觉得已经快要失温了。跑下去甚至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可能。27K 6分半，还有14公里，现在时间2小时10分，加油。但我想着，我来六大马的第二站都已经花了这么多钱来到柏林，再怎么样，就算用爬的回去，我的前半马加后半马的成绩应该也不会被关门吧？让大家失望了，对不起。35公里后，我才开始可以重新跑跑走走，虽然感觉距离终点已经剩下最后的7公里，但这每一步都非常煎熬。真的好痛苦哦，怎么可以怎么样都跑不动，一跑就会心率飙高，脚痛到走不了，一停下来就感觉会昏倒的感觉，真的是要加油，加油！好痛，好痛！水现在是我的救命药水，一喝下去喉咙才不会痛。
太干了。第一场在年初二月的东京马拉松，第二场是在四月中的波士顿马拉松，下一场伦敦马拉松，下半年的第一场是九月份的柏林马拉松，再来是第二场芝加哥马拉松，最后一场是十一月的纽约马拉松。